啊，你看安尼吼，哦，身体身体真好。其实呢，他可是经历过一段很辛苦的抗癌之路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来跟大家讲讲。那是在我小时候九岁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刚开始发现，脚会麻，是，就是不管走路、躺着、坐着，后来才带我去医院检查，然后才检查出来这样子。检查出来的 是什么样的？恶性淋巴瘤。而且听说发现的时候已经也影响到其他的器官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胃跟肝都有，就是听我妈说的。所以他是已经有摊开啊，嘿，算是嘿。哇，啊，后来呢？后来就是在医院，我们就接受正规的那种那种化学治疗，嘿，然后一直到大约半年左右，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教会的基督徒，然后那时候的牧师有到医院来跟我爸妈说，哎，哪里有那个中药可以吃啊？之前有人吃的就好了这样子，然后我爸妈就带我去，就是去台南一个老医师开的医馆。所以你这样前前后后吃了多久？吃了两年这样子，之后再回去照。对，就是回医院照的时候，那个医生照一照就说，哎，剩下两个疤痕在那边，就是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好了。对，然后我后来就持续追踪检查，这样都没有问题啊。对，听说现在找不到那间 中医院了。老医师在我去看他之后，隔一年他就过世了。哦，嘿，然后没有人，没人接吧？没有人接，没人接去对，没有人接。是是是，你马上应该感谢啦，真的是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哦，他现在都保持得很好，很健康，对，好，婆婆像个恭喜啦，好不好？恭喜恭喜，健康上重要，好。一凡哈，今天这首歌其实没有很帮到你。好，阿丽，我因为从上个礼拜我知道说你是有一些优点的歌手，所以我其实对你期待是蛮高的。好，所以讲哦，不要再跟歌最重要的。好，你过来要唱什么款的歌？你边啊，伫每一条歌里对展现你不同款的你的音乐的素养哦，展现给大家听哈，我觉得都很重要。